千菜，请莫急，跟你休息一下千菜。咱好过关公分外，要来行向新未来，要来行向新时代。咱好过顶有真济历史意义的这个建筑，真济吼这个文化的资产，这是我们云林县最重要的一个亮点的地方。国民党政府会继续以过去制定的这文化政策顶头，咱继续要过来行，继续要过来做。所以今仔日这个铁桥的启用的典礼，是一个真重要的一个关键，也就是讲宣示我们云林县政府跟中央政府以及企业界大家携手合作，能够保存了如此重要的一个台湾的文化的资产，这个意义是非常的重大。东港国公司还有东河钢铁公司，哎，当恭喜于伫咱台湾来讲，上正好一间吼企业家吼，啊，今仔日上伫文化诶，即个工作内底当做一寡贡献，尤其是东河钢铁公司，又搁是伫咱昆林县吼，咱埔中甲东势做迄所在，啊，所以较地方诶时阵会当安尼结缘啦吼，我觉得这是人间吼一件很美丽的吼一桩事情吼。啊，那我一直觉得虎尾镇吼，虎尾镇是一个有历史感的城市，所以伫遮吼，咱在场吼，啊，咱遮地方民意代表吼，真的要好好珍惜。我们虎尾的话，真的是难得这么样地方的宝贝的这个资产吼。啊，那未来讲也够真侪工课，我那想工课是吼，咱来够继续来做吼。东河钢铁或者东钢钢结构有这样的机会来参与，这样子的文化遗产的修复，特别是用我们钢铁的材料呢，我们当然非常非常的高兴。我想最后呢，我还是恭喜云林县，恭喜这个虎尾镇这个地区呢，能够有这样子美好的一个文化资产。我相信呢，它不仅让地方的人可以保留他们原来的回忆，那也可以带给他们下一代更好的一个环境。